我们现在扮演的是一名这个特工吧，就可以控制他的这个关节啊，一直到那颗钻石那里，我们就直接。你这个阶段，你睡得着觉？摆好姿势，往地一拍，走。哎呀！只要我足够的快，足够的快，足够的快。好好好，哎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哎呀！拉直，啊，别，啊啊！没事，不要放弃，发力，给我冲！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！啊啊啊啊！啊！太难了，这个我玩不明白呀。保安别秀了，哥，我把钻石拿给你还不行？